的两个很可爱很经典的大口袋。好，这个口袋呢，先跟大家讲，你收到的时候有可能是车起来的两条线，你可以把它剪掉，口袋就可以伸进去了。好，颜色呢是棕深蓝，有一点点轻微的小刷色。好，这个刷色呢，跟大家说，看起来很像专柜品牌，食品可能比直播更清楚，它的刷色非常的专柜，只有专柜才会刷到这么多。好，再来呢，也是软料的，看妞穿就知道，轻轻松松。再来这一件呢，它是属于比较像衬衫式的牛仔外套，所以呢，有没有看到它下摆是有点小抽虚？但这个虚不用担心，我们下面都有车线哦，都有车线，所以它不会一直虚掉。再来呢，一样，我最爱帮大家挑的就是 oversize。再来呢，它的扣子呢，我觉得它就是因为它是棕深蓝，所以呢，要让它比较明显，所以是选这种比较亮色的反光扣，有没有看到哦？噔噔噔噔噔，很时尚利落。首秀呢，来没有特长，我都用我的戒指来做比较。目前这一款还没有到我的中指的戒指，所以它是正常的长度哦。